基隆屿在今年的2020年又重新的再度开放，开放的时间啊，只有短暂的4个月而已哦，就是在7月1号到10月31号截止。大家不妨把握这段时间来窥探这神秘之岛吧。小辉和阿丢啊，也抓紧最后的时间，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登岛咯。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著名的基隆八景之一吧。来，各位好，欢迎来到伟东生活频道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基隆屿搭船，然后今天是我们的坐的船的店家。然后这边附近停了很多艘船，等一下会从8点的时候出发去基隆屿，所以到时候再让大家看一下基隆屿的景象。把布上天。来，来。右手边开始前进，啊，往右边开始绕，啊，右边这边有那种黑白色的灯塔，不知道大家有看到吗？正上方。基隆屿又称台湾的龙珠，它是一个非常很神秘的小岛。那基隆屿啊，它是属于基隆市的中正区，那位于台湾的北方。距离基隆港大约有6公里之远，它的岛上长度大约是960公尺，宽大概是400公尺，最高的海拔呢也有182公尺高哦。那基隆屿它本身是以火山地形为主，那是由角闪石、还有黑云母以及石英安山岩所构成的一个岛屿，并与棉花屿、彭佳屿以及花瓶屿并为基隆外海4个火山岛屿。那基隆屿呢，四周皆为是峭壁，几乎是没有平地。岛上的游戏设施呢，大部分都是以步道以及凉亭为主。最珍贵的火成岩地质景观和精彩的一些原生植物为其特色。那并且还可以见到一些白头翁啊，或是鱼雁等鸟在这边岛上做飞翔哦。我们要进山洞哦，这山洞的隧道，那正前方是我妈妈，她独自一个人在那边走，看到吗？啊，我们开始要爬山了，然后这斜坡刚刚看了一下，很长，然后一眼望去就是。海，然后对面那边基隆，从那边走过来，从那边搭船过来的。我还没走到几街，我就躲了光晒点光。
那你戳你就代表你把那个有很多汗。你刚刚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爬山了。那目前我们现在这一段的地方呢，差不多是这整个山区的阶梯大概是三分之一还不到的地方。那你们大家有看到吗？旁边就是那阶梯，噔噔噔噔噔，哦，就是我们等一下继续慢慢慢慢慢爬的地方。那大家镜头再带到下面看，下面有红色的那个崇山，就是那个整个龟山，哎，不是龟山岛，基隆屿的沿海步道，它是可以绕，没有办法绕一圈一整圈，可是大家可以绕在那个四分之三圈。那我们今天的行程，我刚刚已经有说了，是三合一行程，它就是绕岛加还有灯塔啊，再就是灯岛，哦，就是这三合一。那我们现在，因为我们是今天坐8点钟的第一班船班，所以人很少。那刚导游有特别讲说，一定要赶在接下来游客上来之前，我们要赶快爬上去，因为现在人很少，所以说没有什么游客，都可以沿路拍。那等一下就会带一些镜头给大家看这么美丽的基隆屿的景色哦。哎。大家好，我们刚爬到山顶，山部分吧，然后这边你看。可以看到两面山，真的是很棒的景色。然后这边真的是刚好都是树被挡住 ，sorry。然后我们再往上看一点，这感觉一直要往天堂去，因为看不到尽头。然后四面环海，哦，还有大蜘蛛，有没有看到？一望无际都是海，然后还要继续往上走，没到，好，先这样。啊，这是我爸爸。啊，让我喘一下。啊，你可以讲话，我只想喘一下，体力太。你现在在录影吗？对。对，让我喘一下，阿丁快死掉了，刚刚被吸呀！来，我们现在停到这个地方是已经是凉亭，过了，过凉亭大概是10分钟的路程。那现在阿丁的体力有点不是很优，也没办法。等一下让大家看他身上背了多少水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先来看，让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表情。你会错开啊，会中风啊，我来扶你。好，来，再顺便看一下后面的景色。景色啊，这里把这个锯掉多到多好，都可以啊，其实还好。上面风景真的很漂亮。对啊，我们是等于是在基隆屿的山锥上面的正中间，所以右边跟左边都看得到景色。那镜头的正前方呢？就是台湾哦，我们刚出发的那个基隆市区。基隆市区。山跟烟囱那个就是比较靠近八成。对。那我们要继续往上哦。希望这边是山顶，拜托老天爷。好，先这样。哦，真的爬上来真的很喘，快了，脸色快苍白了，虽然不是很白，很黑。然后。我们已经快到山顶了，然后一眼望去，看这边都是海，有没有看到？多么漂亮啊！这边，我现在所指方向为北方，不是啊，那个，它这边是基隆，应该是基隆啊，如果我没记错，这边是基隆。然后再往下看，右手边这边刚好是我们刚刚中途站凉亭，有点白白小小的这里，然后下面那边是我们登岛的地方。一开始登岛的地方，然后那边有厕所，像现在比较远，哦，我在目光可以看到还有很多批，大概已经第三批的人已经来了，这边我们是第一批来的，然后后面还有两三批，所以
他们也是从下面这边慢慢走上来，然后现在这边景色真的很好看，真的。也许影片看了跟其他拍的其实会有落差，可是我觉得今生体验来走一次，真的感觉不错，真的强到要死哦，我已经被中暑啊。好，先这样，让我休息一下。你看，连啊，刚刚没有拍到整个爬山画面，因为我已经快挂在路边了，体力不支。因为这里没办法，因为来阿俊转过来看，你看他背包所有重装都在他身上，他背包有大概4到5瓶的水吧，所以他身上背得很重，所以他很累。这礼拜有一些事情。平常太累了，所以现在脚跟快没力了，太累了，真的。好，那到时候我们还剩几阶往上，就到顶端了，我们再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很高的地方来看，环绕360度景色，噔噔噔，视野很好啊，灯塔就会在那里了。在这里啊，爬上来真的可以看到整个所有的景。台湾在这边，那太平洋就是在那一侧咯。来，再看一下，看那个白色，上面白色，下面黑色。我刚刚以为是一堆人在迎接我们，原来不是。我刚刚真的以为是人，有点恐怖。